他玩辅助的吗？我查一下他战绩。他如果近况胜率有68以上，我就让他 OPGG。OPGG 台湾，等我一下，我查一下决定要不要让。戳戳棒棒糖，钻石，哎，看他一张丝网，哎，好像也只能给他了吧。不对，他很会射雷西啊。然后他射雷西也会玩哦，胜率58%。我辅助很烂，你去玩雷西吧。今天怎么没有影片？可能是剪辑师比较忙，不好意思，还是你要来到剪辑师？哎、欸，有没有谁很会剪的？真的，剪辑师正职月薪40000块，拜托，你如果差一点，我也可以给你35000。正职剪辑师好吗？啊，你真的很屌的，给你50000也没有问题。真心不虎，过年还会有红包。反正我这边给他的 offer 至少是30000到50000，那你再做久一点，我给你到50000-56000都没有问题。对，但是起薪啊，起薪就是30000到50000，我自己抓是40000啊。你如果能够减我频道那种标准的，我给你固定月薪40000是绝对没有问题，没有在胡乱的。对，那40000的起薪，我相信已经比80%的大学毕业生高了，80%哦。对，就只要你会剪影片。然后你还不用到公司上班，不用被老板，不用被同事击掰，你就对我就好，正职啊，好不好？我讲的是正职。阿罗是 part time， 当然没这么好。你不要说他妈你 part time 来，你一个月剪3支要跟我收40000，没有这样哦，好不好？我为什么有个 range， 就是看你剪几支。就算你能力不好，就算你剪的比较菜，你如果一个月可以剪到15支、16支，我也是可以给你40000的。啊，你如果能力好，或者是怎么讲还 OK 的。你一个月大概剪12到15支就可以了，对，这个再想呢，就是能力而定啦，至少要10支啊，正职至少要10支，就是3天剪一支影片不难吧？你理解吗？我的正职不是说干你每天给我生一支影片出来，几百没有，最多让你剪到15支，2天剪一支影片，还蛮轻松的吧？剪的速度够快，你一天剪一支影片，然后你就做一休一，你他妈月休15天，正职40000块不用扣税。如果有，好不好？有朋友会剪辑的，真的要懂剪辑哦。不要看瞎鸡巴哥给我介绍那种垃圾来，舍不得现在的公司哦。卡苏跟 Ori， 你可以直接来做 part time 啊。你直接做 part time 啊。你如果是正职的剪辑师，我一支影片我可以给你3000块，没有问题。不要为了我直接放弃现在的工作啊！直接放弃，到时候你剪一剪，我们合作的不是很愉快，或你觉得委屈了。我会很不好意思啊，对，我很不好意思。小牛坤，这么击败的吗？还交闪硬怼，高到谁了？废物，在跟我开玩笑啊，在跟我打哈哈、啊。现在跑来台北上班真吃紧。欸、你直接丢你烂 ID 上来给我好不好？我们私聊那个 K 什么的。我跟你讲我的经验，我这边的剪辑师说啦，剪一部影片最久啦，8个小时。我剪辑师说的啦，最麻烦的8个小时。那普通你速度快，可能2-3小时就一支咯。什么三峡人说的？不是三峡人，听他胡乱一个片8小时，不然谁说的？只花8小时？嗨，阿玉，要不要分享一下剪一部片大概要多久？那你要剪多久？来，现任剪辑师阿玉，来分享一下，来分享一下。来蹲，请起来。好他妈舒服，雷文跳到我脸上给我打，再闪现闪上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鹿。阿玉跟着我混了两年多了吧？多久了？阿玉，我其实也记不得了。虽然他现在跟 Toys 跑了，不是啊，对狼照。他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常帮我剪了。
但是我对他的能力还是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。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德国跟九妹拍了一个吃虾的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吃屎，我那时候那部片我自嘲啦，在吃屎。那部片我在欧洲跟阿玉大概打了2000个字吧，我没有夸张，因为那部算是我第一部 vlog 啊，也是阿玉第一部剪的 vlog， 所以阿玉虽然很会剪游戏精华，但他 vlog 完全不熟。我们那部片沟通前后修了8次，修了8个版本，我印象好深刻，修了8个版本，然后我大概打了2000个字在喷他，有一点喷啊，阿玉抱歉，但是我是求好心切，对，希望你那时候没有受伤。我后来有觉得自己蛮鸡掰的，讲了2000个字啊，就是剪辑师跟影片都是这样慢慢磨过来的、啊，也有他辛苦的地方。其实不是说坐在电脑前面啊，他妈动动手剪一剪，然后连嘴炮都不用打就有钱领，还是有一段蛮辛苦的过程，所以才去一次啊。没有，但 vlog 是前年的事哎、欸，前年8月那个吃虾影片，对啊，你看我也不是在嘴炮啊。你真的随便，你如果有剪辑师厉害的愿意来正职，对，正职不用多，2天1部影片就好。哎、欸，2天1部影片会很难吗？阿玉，就专门只剪那个 low 啊，就 low 一场游戏嘛，打40分钟，你把它剪成15分钟的影片，上字幕、上特效，欸、然后做一张吸引人的、有趣的标题，这样月薪40000起。起哦！哎呦，亮了呢！黑文怎么办啊？怎么干？我操你！啊，撞到我脸上！哈哈，撞到我脸上！我已经重疾耍废了！哇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忙！不要了。哇 ，Q 不出来，好像把龙怪害死了。啊，他们左边在打什么？被打爆了，好亏，抱歉。我们怎么样都不太可能输，你知道吗？但刚刚不输啊，感觉他们前面的人没有打好，一定有人被抓或干嘛。好，连盾。挺起来！你很会啊，你就不要被我挺起来、啊！哇，抓 kill！ 给吗？还有一个来，还有谁？你在大声什么啦？好吧，啊，怎么动你的？什么啊？怎么动我的？我强啊！我现在就在这里告诉各位，我近爪很强，谁反驳？超级认真剪8小时啊！哦、他跟我讲10小、啊，就是含上字幕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快一点2-3个小时剪不了、啊，是我把他想的太容易了吗？是。啊，放眼看到了，走，那又如何？你问我。明天过后会如何？今天雪地里我们怎么活着？我笑了，笑你枪法弄太笨。擦，你看，真的不想再多说，锤跑起，切起来，一波吧，不用一波啦，投了啦。他妈的被丁特拿4连杀，再加3连杀，谁受得了？哇哇！哎、欸，你坚持要送头是不是？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你是想要坚持送头，把他点掉再投降，干哪鬼嘞？我还进爪，干哪鬼？阿玉，这场可以开剑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直接领起来，阿玉？这场关于剪辑师的血泪史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剪上去，再给你多1000块，
剪辑师本人啊，用剪辑回应我，特哥惊爆，员工月薪4万起，有没有？标题都想好了，阿玉就这么干，这不多加1000块给你。我刚给我姐两片，哦哦，真的吗？辛苦了辛苦了，这不再给你多捞1000了。特哥惊爆，史上最短雷文，他妈的比牛头。比牛头还要短呢、欸，太惨了吧！我帮大家剪辑他吧。